I saw you.以后你若有事情，可以比个月，到时候我自会找个地方与你相见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说什么说来听听。如果你敢耍花样，我会让你死得更痛苦。我留了一封信，那封信上写着你就是一面人，和你种种威逼我的手段。 还有我在你身上留下的证据，你还记得前日集市吗？我摔了一跤，哎，我的种子！你踩的种子又叫暗夜幽兰，这种花一旦粘在身上，粘在鞋底，就很难清洗。哪怕洗掉了，用白醋浸泡。 还是会变色现影。你以为是凭一封信就能动得了我？你是魏昭，是堂堂光明司尉指挥使，当今陛下最信任的人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说了这些，你大可以把那双鞋子毁掉。一封信，一鞋底种子泥，大可以被你糊弄过去。 可这亦会在侯爷和陛下心中，种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。这颗种子或许很小，但是会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，撑开一道缝隙。这道缝隙一旦形成，你所有的筹谋和计划都将灰飞烟灭。侯府现在被重重包围，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，你又怎么可能进去？ 找到一封不知道被我藏在哪儿的信。你说过，陛下不会为难侯爷，那侯爷马上就会回去，他必定会发现。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！你杀呀！你说过良人残暴，可你现在的种种行为，和那些良人又有什么区别？